大位以下皆贵，礼仪使贵。奏请进发皇后册宝。长一赞曰：就拜曰：新曰：平身。册宝官捧册宝官贵寿新。长一赞曰：主节官进户持节。礼仪使应接导册宝由正门出至漏街南向立。礼仪使称有志。臣奉班都之唱曰：太尉以下皆在拜通赞曰：鞠躬曰：拜曰：兴曰：拜曰：兴曰：平身。礼仪使宣至曰：命太尉某等持节受皇后册宝通赞赞曰：鞠躬。使太尉以下奉随由正接机至案前。长一赞曰：以册宝至于。是赞礼曰：贵。长一赞曰：太尉以下皆贵。内侍赞皇后曰：上香曰：上香曰：三上香曰：拜曰：拜曰：兴。长一赞曰：大位以下皆兴。皇后升殿，立于座榻，官稍前进户，捧册宝由正门至殿内。长一赞曰：以册宝贵。册官称陈某仅独册，独臂纳册于匣。长一赞曰：出户举宝。余禄。长一赞曰：出户曰：太尉以下皆就拜曰：新。通赞曰：鞠躬曰：拜曰：新曰：拜曰：新。是以使引导从导皇后亦大明殿前谢恩。长慢赞曰：拜。宣徽使立于东南区中，又丞相助赞曰：册宝礼毕，臣等不甚。案前舍人赞曰：鞠躬曰：拜曰：兴曰：拜曰：西向。长一舍入赞曰：捧册官稍前曰：进户曰：捧册。又赞曰：捧宝官稍前曰：进户曰：捧宝。是以使引长一赞曰：以册宝置于案曰：出户曰：重定。是以长一赞曰：礼仪使稍前曰：贵曰：众官皆贵。礼仪捧册宝官贵寿新。长一赞曰：主节郎进户持节，礼仪使应接导册宝由正门已出至漏街南向立。礼仪使称有志，臣奉班都知唱曰：太尉以下皆在拜。长一赞曰：鞠躬曰：拜曰：兴曰：拜曰：兴曰：平身。礼仪使宣至曰：上命太尉等持节受皇太子册宝。赞仪赞曰：鞠躬曰：拜曰：兴曰：拜曰：兴曰：平身。礼仪使引节导册宝降至漏阶下，依次就位。长一赞曰：以册宝冒于漏阶下殿案，方于退乐止。册使以下以次立。长一赞曰：捧册宝官稍前进户，捧册宝。是以使引节主节导册宝以行。
侧使以下游镇皆齐，竭力于相岸之西。权宜赞曰：“捧侧宝官贵。”皇太子出阁，立于相岸前，长宜赞曰：“皇太子贵。”曰：“众定。”长宜赞曰：“皇太子拜。”曰：“亲。”曰：“拜。”曰：“亲。”曰：“出户。”曰：“举侧宝官，独侧宝官皆兴。”众定。长宜赞。长宜赞曰：“皇太子兴，侧使以下皆兴。”右庶子捧侧，左庶北相立。臣奉班都之唱曰：“太尉以下皆在拜。”长宜赞曰：“居。”是以使左右庶子蹈皇太子一大明殿，欲坐前谢恩。右庶子赞曰：“拜。”曰：“兴。”曰：“拜。”曰：“兴。”敬酒。右赞曰：“拜。”欲踏前，右丞相贵宣徽使立于东南区中。右丞相祝赞曰：“行至中道。”唱曰：“据官某以下起居。”点引赞曰：“鞠躬。”曰：“平身。”敬就拜位，宣赞唱曰：“拜。”通赞赞曰：“鞠躬。”扳手敬酒。宣赞唱曰：“文武百僚皆在拜。”通赞赞曰：“鞠躬。”各复所思。宣赞唱曰：“拜。”通赞赞曰：“鞠躬。”曰：“拜。”鲁辞请促士七病而返，朝臣言其以私废公，请逮至。何赞曰：“何赞曰：此必沙特而哀丁于党所为也。”言训之，果服诸牙。库白安至阿拉佛郎于呼拉商。